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会渐渐变得更健康。如何成为善人，就是练习熏习让自己习惯让善展现。并不是说要变成另一个人，不是被一些宗教教义洗脑而成为善人。如果本来正常的一个人被宗教洗脑变成另一个人，大家会很害怕，但并不是这样的。而是让你回到本来的自己，回到最自然、最原始的自己，这就是成为一个善人。就算我们没有懂得很多佛法，没有关系，重点就是要真诚，动机要清净。无论是发愿、回向，或者任何修持、作为，都要真诚。不然不会有任何用处的，就像是鹦鹉也会口念六字大明咒，不是吗？
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 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是防疫医师詹佩君，连假结束后防疫勿松懈，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共同降低传播风险。连假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，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，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，若身体不适请在家休息，若需就医需佩戴口罩，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，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，不可外出，即使检验为阴性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若无出现任何症状可正常生活，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及延后洗牙等非急迫之医疗，请国人配合防疫，共同团结守护家园。
即是闻教法，是为最吉祥。感谢各位菩萨护持声